我今天来跟你提这个，我拿这个资料给你看哈，就是要跟你表示说，反倒是要送温暖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其实我从还没有参政到现在哈，我一直都是在网络上都是被攻击的人哈。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无缘无故哈被形塑成是什么消波块，还有在这个PTT 上面的这些言字哈，这些如果大家可能有些人有看过，我想媒体朋友比较常看的，因为他们会关心选举会去看的哦，什么很难听的，什么死胖子啊哈，什么听海哭的声音啊，什么这个一大堆哦，海景第一排哈，这个都很多了哈。我想比这个更难听的还有哦，讲男女生殖器啦，讲这个什么家庭不伦啊，什么更多哦，我不好意思把那些截图出来，所以。那这心境的转换呢？哈，只是说想要借这个机会，跟这个主委你做一个交流了哈。让主委以后对于委员的质询哦，是要有充分的一个尊重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严委员，我请你思考一下了，是不是说对徐委员哦提出一个善意的回应，这个我跟严委员报告，非常谢不要谢。做那么笃定的答案。不，谢谢，你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思考谢谢严委员。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笃定的说了哈，我非常愿意进一步沟通，但是我不会道歉。谢谢，谢谢严委员的指教。